这里是那个五华街跟集贤路口啊，现在是一层的啊。那我们现在走过去啊，看一下五华街这边有一个是那个 police 就是警察看守的。三重分局的，这是什么？新北市三重分局重阳派出所，重阳派出所。啊，这边有很多大楼哈。啊，这边彩妹男女健康舒压馆，手压指压1000块。好，这边很多大楼，那边就家乐福了。那从这边直走过去的话，那个就是重阳桥、集贤路跟啊碧华步街了啊。那前面这一块就是捷运工程处，这以后这边出来是捷运。啊，那边是国税，三重国税局啊，稽征处。这边应该也是捷运出口吧，那边有个幼稚园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十字路口。